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今天呢，我想要分享的是一个常备菜的料理，它的名字呢叫做野菇甜椒。那什么是常备菜呢？常备菜就是指说我们今天大量的做一次之后呢，冰在冰箱可以重新拿出来吃2到3次。然后这类的料理它的特色就是重新加热，或者是从冰箱拿出来冰的直接吃，其实也蛮好吃的。这样子呢，对生活很忙碌的朋友来讲呢，就是一个很方便的料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制作。一开始呢，我们要先来烧一锅水，然后接着再去备料。我们的野菇甜椒完成，制作呢非常的快速简单。好，我们现在试试看，等一下再来做呢常备餐的讲解。哇，满满的菇类，甜椒，整道菜呢吃起来是非常清爽的，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复杂的调味，所以整体吃起来是那种菇类的清甜原味。好，那这个常备菜呢，就是你把它冰在冰箱冷藏3到4天呢，中间拿出来微波或者电锅加热呢，都还是会很好吃的，因为它里面并没有就是重新加热，比较容易变味的食材。你可以选用这类的玻璃保鲜盒，简单加个盖子放在冰箱呢，或者是带出门都蛮方便的。但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啦，你就拿个盘子或这种碗呢，把它包个保鲜膜冰在冰箱也是可以的。这道料理的营养呢就是非常的低卡，而且呢适合素食的朋友也可以吃，需要低卡料理的朋友呢，我想这道料理呢会非常适合你。好，那相关营养资讯呢我会补充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位，有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忘了要订阅菜单研究所。那我这次的分享呢就到这边咯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